其实不喜欢别人给他贴标签。别人都说我董明珠天天做网红，但我知道我不做网红，你们也知道，网红有什么意义呢？就全世界知道你，你没为社会做贡献，你有什么意义呢？什么叫网红呢？最在乎的是我做了什么，是不是对这社会有意义的？明白，好。